我非常喜欢一个台剧，叫做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，里面有一句台词很打动我，他说：“看见的不用去相信，看不见的才要去相信。看见的正义你不需要去相信，看不见的正义才是需要去相信。”我最近写了一本书，叫《圆圈正义》。虽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性看不见正义，但是我们依然相信正义是存在的。我们人类不断地在追求一个完美的人，但是我们在现实中永远画不出一个完美的人。我们画不出一个完美的圆，不代表圆这个概念就不存在，因为它是我们前进的方向。我们虽然看不到正义，但不代表正义这个概念不存在，它依然是我们前进的方向。要朝着正义去前进，而不是朝着邪恶去前进。它不断地挑动着我们的心弦，让我们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